会主任陈刚在场。我想用两句话回答你的问题。第一句话，雄安新区规划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。一个城市的规划，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对于雄安新区这样的一个千年大计、国家大事的规划，更是非常重要。我们精心组织，周密安排，累计安排1000多名国内外的专家，200多个国内外的团队，25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推动规划编制的工作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雄安新区的规划纲要，编制完成了雄安新区的总体规划、起步区的控制性规划、启动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北洋淀生态治理及保护规划，其中总规和北洋淀的规划已经报经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编制了防洪、抗震、能源、综合交通以及生态保护等等共计26个专项规划。我回答的第二句就是，雄安新区即将转入大规模的实质性开工建设阶段。雄安新区的一张蓝图已经绘就，在下一阶段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各项工作中，我们将坚持开放式市场化的思路，按照城市规划建设的规律，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，让市场的活力在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中充分绽放。另外，政府将积极发挥主体作用，在规划管控、质量控制、廉洁雄安等方面发挥政府的作用。可以预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雄安新区将会形成塔吊林立、热火朝天的新区建设的局面。